你系咪黐咗线啊？你一个二哥都要我黐咗线，你好大啊！越乱越好啊！董事局已经接纳咗卓一元先生辞退行政总裁嘅请辞。你唔系真正嘅卓一元，你点解咁害我？因为你睇唔起我。我哋卓家冇你咁冷血嘅人，你一定冇好下场嘅，系你死我亡。王者计中计，一子错役，万劫不复。2009年 TVB 台庆重头剧《远赴沙巴实地取景》，富贵门强势出击，快啲去各大 TVB 剧集特许租赁影视店租嚟睇啦！